一起往里扔啊！ 猜中了，猪八路，又在用这些雕虫小技，我们不要上当，不要设计。 先撤走，很快亮，明君马上就到。走，他死因鬼子是吧？啊，走啊，我到那个位置暴露了，打不了了，怎么办？沈丽，找个火把去。好。火把来了，把火把给刘旭。刘旭，你准头好，一会儿你把火把扔进去，我看时机再打掉一个。 遇到冷枪袭击，建立防线，一小队继续追击。哎，小花，小花啊，小花，鬼子英军来了不少，我把他们车胎打爆了，还能再顶一会儿，怎么办？你带乡镇先撤，我们在这断后。不行，你护送他们先撤，我断后。
来不及了，乡亲们的命最重要，你快点！行，你们俩呢？去帮柳絮。是。应该是尊严不对等。 白鹿都跑到哪里去了？野田长官的增援部队到了，将军，出击！ 跟他们会合。嗨！于殿军，我们以两个人的力量，就顶住了土八路的轮番进攻，弹药库，安然无恙。太君，我们皇协军巡逻队勇猛顽强，顽强抵抗，打退了土八路对大红庄镇的进攻，没让土八路靠近镇上一步，确保了镇上平安无事。 很好，你们的是大日本天皇的功臣，我的要向司令部给你们请功，功令嘉奖。追击！ 哎！哎，嫂子，喊啥呀？快跑啊！停！停！停！啊！回来！回来！咋的了？啊！没人追我们呀？我还没打呢，咱鬼都死光了。啥死光了？人家火力那么猛。 这是没追上来呀！不好，他们肯定去追柳絮他们了。哎呀，快，朝小诺去接柳絮他们！快快快，快点快点！走走走，快点！你不是要找花嫂子他们怎么样？要不咱找找他们去吧。你们在这放手。 隐蔽，都别冒头！又能帮假乡民来糊弄我们，还玩这一招！哎，快看，走在最前面那个，不是武王村的黄龙老五吗？哎，快看第二个，那不是隔壁村的老五吗？跟咱说对不亲戚。哎，还有后面那个，都是隔壁村的，鬼子押着他们干啥呀？坏了，这次不是鬼子办的，这是咱们的乡亲们，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鬼子是让他们来当地雷的。 赵员外，你赶紧带人去看看乡亲们有没有撤回地道。好，走。大家都听好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开枪。三公爵，你的办法的确不错。 拿下瓦窑堡后，我要向华北司令部汇报，给你请功。谢谢长官。旅长，乡亲们快进入雷区了，怎么办？你和杨淑萍去那边，带乡亲们离开雷区，剩下的人听我的口令。
我数一二三，大家一起喊，乡亲们快趴下，快去。是。还有孩子，你留下照顾孩子跟乡亲们，我上去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们被鬼子打死，我必须得去。玉梅姐，你想想孩子。孩子，总会有人照顾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嗯。出去一下，瑞爷，你出去干啥呀？外边这么乱，咱家不能再出事儿了。不能啊！也不能，也不能！爸you
都说瓦窑堡这帮农夫很厉害，在我野田天一面前，我倒要看看这帮农夫还能撑多久。太君，野田队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您跟司令部恐怕也不好交代了。再说了，这帮臭娘们遍地都是，这一时半会儿也打不完呢。咱们还是救人要紧吧。撤退，林长官，等新野枪救。是，快撤！快速撤了。鬼子好像撤了，快紧速看看。大花哥，回去我也给我做一把呗。那你得好好表现啊。王八出窝了。鬼子是朝咱们瓦窑堡方向来的。不好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埋埋地雷，上那边防守去。这边都弄好啊！再干点。差不多了吧？嗯。把这儿再盖上点啊！人都埋地雷了，你在这趴着干啥？别吵吵！我在这守小鬼子呢，一会儿我把他们全突突绝了。干啥呀？撤。淑萍妹子，你去组织乡亲们上西山。好。
机关，好，走，快，来，慢点啊，明白。